家如果是要去下水玩，然后天气热，然后基本上都穿，顶多罩一件毛巾或什么这类的。对啊，就其实，在垦丁那边还蛮正常的。等等要去海边玩，所以对啊，所以穿这样比较方便，对，直接下水。你们是在当地人吗？还是说外地游客？我是，然后就是学生，对，就带他出去玩这样。他是准备做什么？就是我们等等要去自由潜水，然后就这样穿，这样下水比较方便。对对，那就不用找衣服要放哪边。对对啊，就是玩水啦，方便啊。嗯，那骑这样子会不会就是说有很多人住行住莫离？对。觉得还好，我觉得还好，因为这在垦丁这边还蛮正常的，就是大家如果是要去下水玩，然后天气热，然后基本上都穿，顶多罩一件毛巾或什么这类的。对啊，就其实，在垦丁这边还蛮正常的，也没有人会投以什么异样的眼光，就没有人看你啊。我觉得、啊、就在这边很正常吧，真的还好，正常。嗯，因为我们主要就是要下水玩。对啊，就是在什么地方穿什么样子的衣服，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在都市绝对不会这样穿啊，就是因为这边是垦丁，然后热，然后又要去海边又要干嘛，就好像你在海边穿比基尼你也会觉得很正常一样。对啊，对啊，就其实还好，我觉得。啊，这个天气热啊，在上坐车的时候会需要注意什么？会烫到？这个吗？一定会烫到，一定会烫到，对，要先擦一擦。对啊，就是。对啊，还好吧。对啊，对啊。你们也常常这样子穿着比基尼在垦丁大街这样子到处跑吗？垦丁大街没有，是要去玩水的时候，对，才会穿比基尼。如果要逛街不会。对啊，对啊。可是如果是比如说我刚下完水起来，刚上岸，然后我要去 Seven 买东西的话，那我可能就会穿比基尼进 Seven 这样，因为我就是买个东西我就走了，然后等等就是，对。对啊。就是因为很热。